啊！你撞死我了！哎呀呀呀！你咋的了？你撞着我了呗？我撞你这儿了？我咋能撞你这儿呢？你刚才好像蹦起来撞的。我蹦起来我也撞不了你那儿啊！我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这是？不是？哎呀！把电话捡起来！把电话捡起来！你不在保安队待着，你跑超市来干啥来了？不是，今天本身我休息，然后早上大姐给我打电话。脸呢？你赶紧过来啊！然后你帮我看一下超市，我这不就来了吗？哎呦，我说脸脸，我大姐也是胆儿太大了，让她来看超市。哎呦，这话咋说呢？二姐，咱要是物业保安看超市，那多安全呢，多放心呢。行，哎，你们超市里有干脆面呀？哈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上外边买。不是二姐夫，你管这个叫干脆面呢？这不是干脆面吗？这怎么能是干脆面呢？你看，你看还干脆面，看你看啥呀？干不？干呢？脆不？脆呀！干脆呀！你干脆你啥也不知道啊？你这，你这不是，来来来，这个它不叫干脆面啊，这啥？叫方便面，叫泡面。啊，泡面啊？对，没事。反正不是我嚼，我媳妇儿嚼。哎呀，行了，我得赶紧走了。哎呀，我的妈，这不扯呢吗？你这，哎呀，哎呀，我走了。你先站住，干啥去啊？啊，回家啊。刚刚帮我捡方便面，我应该谢谢你是不是？不用握手了，我腾不出手来。你要能腾出手，超市你都得搬空喽。啥意思啊？还啥意思？二姐夫啊。这，我这么跟你讲吧你呢帮我捡些方便面，我应该谢谢你。但是啊，我觉着我的权力也没有多大你呢就只能拿一盒，这一盒放心不要钱，算老弟我请你的，行吗？哎，讲究不？你讲究什么呀？你讲究？我这么大个老板，我让你请我一盒方便面啊？那你要干啥呀？啊！直接说我白请的，我不要钱还不行啊？脸脸，你可能弄错了。什么弄错了？这个面是我的。是啊，你得花钱买完，这才是你的。哎，脸脸，是这样啊，刚才我是不是在这儿打电话来着？啊，其实我怀里边还抱着面呢。啊，我打着，这不刚才这啪一下，哦，面吧，哗，估计也掉地。啊，我明白了啊，你的意思是那什么，就是你也拿着面，我也拿着，叭一撞，撞混了，是不是？对喽。啊，你可学不来这套。我告诉你啊，如果你要是买面了，你把你刚刚超市那小票你拿来给我看看。我买方便面，我至于留小票吗？那谁知道你买几盒啊？不是，哎，脸脸，我在这小区什么身份你不知道吗？我知道你在这小区的身份可了不得啊！你是那什么？哎呀，啊，我们家的房子都是我买的，首付都是我交的。等会儿，程序都不对。什么？街坊邻居们，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？你这是对啊，这才对呢。怎么的？你们都去过他家住啊？那当然的，这都是我的街坊邻居。脸，这好办啊！你不是不知道我有几盒吗？啊，你刚才不是也抱着面来的吗？啊，你抱了几盒？你说个数，剩下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啊，我这大长胳膊，我是能抱多少我抱多少啊。那就好办了啊！来，你报多少是多少，完剩下的不就是我的吗？哦，来，对，你抱着。哎呀，这个主意好，这个主意好。你抱着。对，抱上不就完了吗？哎，要说二姐夫真聪明，剩下的不就是我的吗？没错呀，来，你看看，哎，对，往上挪，对，你看看，好了，剩下的都是你的。站住！干啥？我面呢？没拿面呢你啊。不是脸，我求你啊。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二姐啊在家等着吃面呢啊，你就求求你把它给我啊。你这样二姐吧，我出个招，你帮我捡起来啊。要不这样哈，你呢就从我手里面随便拿面。好的，但是得把钱付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吧没有那么大权力，然后呢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大姐到底这个库存有多少，然后呢，她回来预理账，哎，多出来的钱就是你的，然后我再给你送回去。
哎呦，你这个主意可真好啊！是不是？我从别的超市买的方便面啊，到你这儿来交钱。对呀、啊，完事你再还给我啊！你跑我这儿来抵押贷款来了？啊？不是，你行不行？要不然我没有招了。看来也没什么别的办法。嗯、啊，看见没有？这是100块钱啊！太多了。来来来，你拿上，不用找啊！啊，记住了，这100块钱是我的。行，结完账以后查出来的账是我的。哎呀呀，你的，给我拿面拿面拿面，急死我了！我媳妇在家等着呢，你别着急别着急，什么玩意儿？好了，哎呀呀，5盒好啊！你还数着那个我的这是？行了，你的，哎呀，倒霉不倒霉？昨天晚上肯定做噩梦了，都碰上他了。别惹我，我今天脾气不好。师傅啊，那边去。你跟谁说话呢？没有，爸，我不知道是你。跟谁也不能这么说话呀。哦，我告诉你，顺风，哎，你要有这劲头啊，你好好长长个儿，你别老长脾气。爸，不是，我真不知道是你。你干啥去啊？不是家里灯坏了吗？哦，你大姐夫也不在家，我这没办法了，我上物业，我借个螺丝刀回去，我自己鼓捣鼓捣。怎么的？家里没有大姐夫就没法过了，是不是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你会弄那灯吗？我怎么还？哎呦，我装个灯我还不会呀、啊、我。啊，爸，既然你把这话都说这儿了，这个灯必须我装，我今天就要装灯。那好，那这不是。那你一会儿你到那超市啊，你再买个灯泡。对，你把面拿过来。哎，好，那再买个灯泡啊。哎，这我二姑爷出去了，过去净整景来的，现在会装灯了。慢点走啊，爸。哎呀，我大姐夫有什么了不起？于小莲，你给我出来！听不见呢，你啊！来了！我叫你，你听不见是不是？哎，啊，那个。你要干什么，二姐夫？我装灯。你不用装灯，你就是个灯啊。你啥意思？不是，我觉得二姐夫啊，不管怎么说，你也是一个小老板，是不是？你说你拿这玩意儿，你要把我伤了，你就不好啊，犯不上。我伤了你？你这么大个儿，我这么点儿，我伤了你，谁信啊？是，一开始我也不信，但是你刚刚跟我说你要装灯，我信了。你啥意思、啊？别闹，可控制犯不上啊！我们家里要装个灯，我到你这儿买个灯泡，你咋的了？你家装灯泡啊？啊！整吓人倒怪，你就要灯泡得了呗！你拿去啊！你等我。你说这个保安什么智商啊？我拿个螺丝刀买个灯泡，就把他吓成这样。哎呦我的天！师傅啊，哎，我这车坏了，您帮我修修呗，啊？妹妹，你可能误会了，我不会修车。明白了，不会义务修车，有偿的呗。那你立这牌子啥意思啊？啊，招揽生意啊？说吧，修个车多钱？妹妹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啥了？这不吗？维修站，你手里拿着是工具吧？你这地方除了你也没别人啊，你让我咋想？妹妹，你还是误会了。我误会啥了？我咋老误会你呢？行，不修吧，你让开、啊、我去找你们物业赵经理，我朋友都说了，人家才是义务做好事呢。你待着干嘛？哎，怎么的？这个小区没有赵刚子不行是不是？你过来，来，你记住我的名字啊，美女啊，记住我的名字，我的名字叫钱顺风啊，我也会做好事儿、啊、车放这儿，我还不会修车了，交给我了。真的？放心吧。哎，等一下，师傅等一下、嗯、用这把螺丝刀。这车是我男闺蜜送我的，专车专用。哎呦，这么讲究呢。谢谢你啊，我给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交给我吧。哎呀，喂，我到了。不就是修个车吗？哎呀，你这还有啥呀？哎呀，这不就是修个车吗？哎呀，有啥呀？哎，不就是修个车，这有啥呀？哎呀，这是修个车还多难？这有啥呀？这哎呀。哦，对了，美女啊，哎，冒昧的问一句，你这车到底哪儿坏了？哇哦！
我的车不是坏了，是废了。你干啥呀？你不修就不修呗，你拆我车干啥呀？我真的螺丝松了，你帮我紧紧就完了。螺丝松了啊？不是，美女，你早说呀！你别说啊，你别走，这事儿咱得有个说法。你等一下，没有，我朋友马上就到了。于小脸，哎，于小脸，不是于小脸，哎呀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他把你送我的车给拆了。哎，我哎，阿九啊，哎，你就这个灯啊，你都亮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解释什么？你解释啊！哎，啊，自从我跟你因为方便面发生了个小误会，你刚刚就是跟我笨笨巴巴呀，啊，又拿螺丝刀跟我比比划划呀，又把我女闺蜜的车拆的是稀里哗啦。你看，你说你要是再跟我骑了马鞍，你就把你骑了干啥？少跟我在这破马张飞的，我告诉你，哎，啊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今天你是咋的啊？啊，处处在这冤枉我啊！你一个人冤枉我不够，找一个人来帮忙冤枉是不是？不是我，干什么玩意儿？不是我这做好事呢。空着，干什么玩意儿你啊？啊，谁呀？谁呀？干啥呀？咋的了？走！哎呀，不是。哎呀，大家看看，我二姐夫多有戏。这家伙被背成这样了，还在这要掌声呢，看着没啊？那得给呀！啊，给你，服了！不是，服了，这服了你，你小花太狠了！快快松开！你这下手也太猛了，你这啊！我扶起来，帽子捡起来！你给我站住！哪儿也别去！二姐夫，哎，二姐夫被打懵了，人在这儿呢。啊，来了，队长。我看他跟你拿螺丝刀比比划划的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下手太狠了啊！二姐不是不认识，干什么？不是，不光这事儿。队长，我跟你说啊，我在这蹲点我都蹲一天了。咱这不是弄一个便民维修站吗？是，弄点工具啊，借给大家修一修，是不是不要钱的？对。结果摆了两天，丢了两把螺丝刀子，这不让我逮着了？我比划，你指我干啥？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们组团来羞辱我呢，是不是？组团在这儿羞辱我呀？啊，螺丝刀是吧？来，哎，看见没有，螺丝刀啊，美女，这是不是你给我的？是啊，是不是？行，这把是我嫂子给你的啊。不是，我闺蜜，什么你闺蜜？以后的事别老瞎说。灯里到底装不装？你整的，你要不行，我找人了。我就爸，我装灯，我就是个灯啊。这把螺丝刀是不是你给我的？对，我从物业借的。看见没有？你谁呀？我是岳父，直系亲属不能作证。哎呦妈呀！你新来的吧？不是什么？我都来两天了，这不还是新来的吗？是不是赵刚子把你招来的？啊，那正是我家师。哎呦，你俩一个熊样，你知道不？啊，这螺丝刀真是我的，我爸给我的。你相信我说不算，这个我得拿回调查去。是你。行，那队长，那我去了啊。我等着。那什么，你回家先把灯整上。等一下，大爷，他不能走啊。为啥呢？他把我车给拆了，废了都。这你纯粹是误会。你要说这拿别人几桶方便面，这我信。是不？你要说他帮你弄车，他这辈子就没干过活。我爸，这车真是我拆的。我这么不了解他吗？不是，你了解他，他确实刚才要从我这拿几桶方便走。谁拿你方便面了？这我都不敢置信了。顺风啊，你是个老板呐！啊，方便面再好吃。你也不能就给人家修车换方便面呢，爸呀，是这么回事儿。刚才我拿着方便面，我从别的超市买的，跟他撞了一下，掉地下了，他以为是他的。完了，他又来了个朋友，推着个车让我帮他修，我不会修车呀，我帮他修车，不小心给他拆了，我是献爱心。我明白了，闹了半天你是在做好事儿，对不对？对，谁信呢？哎呀。不是，你冤枉死我了！我说不交警混合，我都说不清。不是，你也不用跳混合啊，是不是有监控录像啊？你看看录像不就明白了吗？太对了，你这看，你俩别走啊！
有图有真相，啊！哎呦，太好了，我还就不信了。爸呀，哎，图在外面，真相在里面呢。那这真说不清了。我今天虽然说不清了，我把它转过来，我明天我就能说清。我不能让好人受冤枉。住手！哎。三天两头老坏了，哎，今天我终于把你抓住了，哎，钱师傅，不是你，我看你往哪儿跑，哎呀，行了，这还要掌声呢，哎呀，哎呀。